好多啦，以至騎羊馬啊，拐馬啊，四平馬，同埋嗰個指引馬啊，嗰啲步伐咧就係好清晰嘅啊，佢又講究穩扎穩打啊，呢、這個南獅嘅步型咧就係同南拳嘅步型係息息相關。第三届广东省传统武术项目精英赛终于在广州开幕了。彭正廷担任了这一次比赛的总裁判长，出拳、踢腿，尽管孩子们的动作还有很多不标准的地方，但是一招一式都让彭师傅见到了传统武术的希望。